电厂微补的状况是怎么样，他们可能会比较清楚。我们没有在现场，就是现场状况不是很了解。但现在又有传出，好像新竹县政府那边跟那个猎人的对话，所以这部分有掌握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要看他们实际的联络状况，这部分我们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这边只会管就是狒狒的遗体，然后其他后续就是给各县市单位吗？因为其实依照野保法的规定哦，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权责是有分工的哦。那像动物的管理还有它的查核是地方政府的权责，那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农委会这边，主要是在那个动物的输出入，那还有一些政策的拟定跟督导地方政府依据法令来执行啊，所以这个地方跟中央的权责是划分的非常清楚的。在高雄保育队中是有刑责的，那这一件个案看起来状况有没有达到这个状况？这个可能要等警方厘清之后才会确认的，这部分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目前因为动物刚送过来，所以我们也还不确定它身上有没有晶片。那我们现在做采检啊，主要也是希望说后续如果要去厘清它动物来源的时候可以运用上来哈。那只是说后续在这个动物来源的厘清上面到底技术上可不可行，我们还会找相关的专家一起来讨论。那目前初步判定可以知道它是公是母大概几岁吗？还不知道，因为动物刚送到，还没有办法。想请问这一次的检验过程大概会耗时几天？这个因为今天应该就会送到家畜卫生试验所，那可能要动物送到家卫所那边之后，看家卫所那边才有办法去判断这整个检验过程要多久。好，我们刚刚听到就是林务局的保育组的组长呢，针对这个狒狒落网遭到枪伤伤亡，他呢有一个最新的回应。那目前呢，针对狒狒的性别还有品种呢，是要等到鉴定之后呢才能够知道。那我们现在继续带你来了解现场最新状况。事实上会感觉到，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碰到这种，让灵长类脱逃的这些事件，那在处理上是比较没有经验，这一点。发生这种剧烈的一些转变哈，那我们向所有全国关心这一次狒狒脱逃事件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先向所有好朋友致歉哈。那确实这一次我们处理的经验上是比较舒服一点，那我们也深深做一个检讨。那早上我们已经向所有的媒体观众跟国内的好朋友致歉。那这一点我们未来会做我们在制定一个 SOP 的一个参考跟借鉴哈，那避免未来类似事情的发生。好，是不是围捕过当造成这个狒狒呢是在围捕的时候死亡呢？现在呢各方面都还在进一步的厘清跟调查，至于这个狒狒到底是用麻醉枪还是猎杀，其实目前呢都不排除了这样的可能，而它的品种而它的性别都要后续鉴定，我们会有更详细的报道。而这狒狒落网遭到猎枪击中不治，当然引发是众怒。那狒狒的遗体已经是从桃市府动保处出发前往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可以看到的是市府农业局的局长陈冠毅还有动保处长王德吉呢，都在狒狒的遗体离去之前，是有这个站向前呢来送上花束，鞠躬哀悼，对狒狒之死也表达了深深的遗憾。当然，这狒狒逃跑了十几天，终于被捕获，但是呢，在围捕的过程当中，中弹伤重不治。当时农业局人员捕捉到狒狒时，第一时间拍照留念，这样的行为引起外界的批评。农业局也澄清了，现场的光线很昏暗，没有马上发现其实狒狒遭到枪伤。狒狒在桃园流窜十多天，27号下午在杨梅富冈地区被围捕成功，但狒狒却在过程中中弹伤重不治。而引起外界议论的是，狒狒被捕获时丧失活动力，但农业局的官员还在跟狒狒拍照留念，遭质疑因此太晚将狒狒送医，也不尊重生命。你帮我拍一张，我给我女儿。这段影片在网络上引发讨论跟批评。桃园市议员黄雄慧也在脸书发文说，狒狒中枪后不赶紧送医救治，还
在摆拍，痛批动保处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们同仁呢，确实呢也觉得这个狒狒是中了麻醉枪哦，所以用网袋来捕捉后，那有进行拍照。送上车的时间这个时段呢，我们发现狒狒有流血哈，那也有一些伤势哦，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它送到六福村就近来救治。农业局长澄清，会拍照是因为人员这几天都尽心尽力，而搜捕当下光线昏暗，没发现狒狒的枪伤，以为它只是中了麻醉枪，后续会针对捉捕 SOP 检讨。目前狒狒由动保处冰存，预计28号上午再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厘清狒狒的确切死因。Thank you.